南加逢甲大学校友会成立30年，在会第二举办会员大会，选举第30届理事及新旧会长交接。逢甲大学校友会庆祝成立30周年，在威迪尔盛大举办30届理事以及新旧会长交接会后，并且举行新春联谊餐会。当天选出的新任理事团队阵容坚强，应邀出席的贵宾包括了逢甲前任总教官、高龄93岁的窦毅仁将军、侨务委员邱启仪，以及逢甲校友会荣誉会长陈培培等。中广电视编辑报道。